第五季，趁火打劫。原点：敌之害大，就势取利，刚决柔也。暗语：敌害在内，则劫其地；敌害在外，则劫其民。内外交害，则劫其国。如越王乘吴国内械道不移种而谋攻之，后族乘吴北会诸侯于黄池之际，国内空虚，因而倒之，大获全胜。